王琦的作品，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蕴含了一个非常感人、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歌曲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，就讲述了牧羊人和养蜂女的凄美的爱情故事。那么最近呢，王琦老师又出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我是你的格桑花》。这首歌曲呢，讲述了一对青年支教老师的凄美的爱情故事。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上头，非常非常的好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一句一句的学习一下这首歌的前半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，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这样的一个旋律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。还没等到，下方一条横线，把这四个字唱成一组。高山上的，下方一个横线，把这四个字唱成一组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，注意"还"字啊，唱成三声，嗨嗨嗨，海没没二声向上滑的感觉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"还"字，还有"高"字，下方有一个三角号。把它唱得重一点，还没等到高山上的上三声，商赏赏，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注意雪归韵到歇上，雪融化，融字下方有个三角号，唱得重一点，然后上方有个波浪线，唱成波音波浪的感觉，融融化。融化这个"化"字上方有个小圆点，把它唱的短一点、轻一点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。OK，"化"字后面换气。第二句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我就下方有一个横线，把这两个字唱的连在一起。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注意哈。等字下方有个三角号，把这个等字唱的重一点。急嘿要蒿，归韵急归韵到嘿，要归韵到蒿。出字上方有一个三声的记号，把这个出唱成出楚楚楚发。我就等不及呀，好出发。两句连起来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呀，好出发。后面"发"后面有个圆圈，空一拍，发空。下一句，第三句，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啊！注意这个位置，在你离开。四个字，一条横线，唱成一组。钱我要去，四个字一组。采一棵树，重音在哪儿呢？在，钱，采，在字是三声，你字是二声。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。注意这两个连续的四个字哈，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棵树啊，一棵树啊，树字唱成一声的感觉，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棵树，最先盛开的格桑花啊，最先连在一起。盛开"开"字唱的重一点，格和桑行花啊。最先盛开的格和桑行花，最先连在一起，最先盛开的格和桑行花，这是哈、啊、这个第四句啊。把这个"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"连起来哈。
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和撒罕花。 OK， 第四句完成，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五句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黑崖啊，不能陪你一组，下方有个横线啊，唱的连贯起来。不能陪你去淤，去归运的淤上，不字重音，去字重音，到海连在一起唱，角重音，天黑崖唱成一声呀啊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哎，这个感觉哈，你看把这个重音一定要把它突出出来。第一个不唱成不不不不，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天黑呀啊，再来一遍。不能陪你，不能陪你，连在一起哈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。OK， 这一句哈，后面换气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就让连在一起，花儿替我连在一起，把花字唱的重一点，陪着遮字唱的重一点，你吧啊。把这个八字唱成二声八八啊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，滑上去八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，这样的哈。然后我们把这两句连起来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你看，把这个遮字唱的重一点啊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八字啊，上扬一点啊，上扬一点，滑上去，唱出一个滑音的感觉。然后下一句。如果太阳下山，我还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。如果太阳四个字连在一起，下山我还连在一起。没回来的没唱成三声，没没没，每回黑来啊，每回黑来。如果的如三声，如如如，如果啊，如果太阳下山我还。每回黑来啊，把这一句的旋律加上来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哎，在来字后方啊，换气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往下来，你走吧，把这个八字唱的重一点啊，二声，你走吧。不用连在一起，不用再等我拉，二声拉啊，唱成二声向上滑的这个感觉哈。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拉。把这句再来一遍哈。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拉。连起来，如果啊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乐段的这个最后一句哈。接下来呢，咱们把啊这一首歌这四句啊连贯起来来唱一遍。一二一起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
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，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啦。哎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旋律，是不是非常好听？接下来我们再来合上伴奏来一遍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，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